呀，这个光开始啦，直接就开始啦。嗨，Hello，我是陈卓璇，印堂上你猜一下陈卓璇。调整一下这个光啊，这个光，这样好了，好啦，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在 Fan Club 过生日，然后今天应该要跟大家玩一些小游戏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欢迎卓轩来 Fan Club 过生日了。都说你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小曲库，那第一个挑战就要来考考你的歌曲库存了。请卓轩抽取关键字，并唱出符合要求的歌曲哦。唱出五首歌词中带有颜色的歌曲。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、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他的、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扁的，这个是吧？然后，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，还有什么嘞？还没为你发红豆熬成缠绵的什么呢？反正它有红豆就对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，想你身上的味道。还有啥？带颜色，我们的歌里有没有带颜色的？我们的歌好像还真没有，想不出了。听哦哦妹哦哦，听哦哦哦哦，这个的普通话是天黑黑，所以也算吧。你算吧。好的，挑战成功，下一个。下一个，唱出五首歌词中带有数字的歌曲。我数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再不表白就要天黑了。有点暴露年龄，这个 好老的歌，还有什么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还有什么？别等到1000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。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？还有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几首了？四首了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颗藤上七个瓜。这个也要数字。好的，挑战成功，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吧。唱出三首表示开心的歌曲。开心，怎么开心呢？怎么开心？开心的歌曲是 有什么开心的歌曲？开心，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暖羊羊、沸羊羊，这开心吗？还有什么？好日子怎么唱来着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对，这个也开心。还有一个，好运来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。不记得词儿了，但这个也开心。好的，挑战成功，那我
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吧。嗯嗯。唱出三首带有天气的歌曲。夏天的风，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刮风这天，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风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。还有什么？窗外的雨滴，一滴累积，你的呼吸像雨滴，陷入我的爱里，很希望雨能下不停。几首了？够了，三首，挑战成功。哇，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中华小曲库啊。好，那第二个挑战，现在卓勋需要根据抽中的关键词进行绘画，绘画结束后让大家猜猜看你到底画的是什么。所以现在来考验一下卓璇跟粉丝们之间的默契度啦。嗯，我的绘画真是不太行。这个咋画？嗯，我先一个字一个字的啊。我绘画水准真的不太高，我寻思你们要是猜不出来的话呢，就也不能怪我，好不？不要怪我啊。但这个是镜像的耶，他们能看出来吗？这个是第一个字，这是第二个字，这是第三个字，这是第四啊！你们怎么知道了啊？他们怎么那么聪明啊？手舞足蹈，哇，你们好聪明啊！你们也太聪明了吧，厉害了！哇塞！好，我们第一个非常的成功，那我们来抽取下一个。真厉害呀！嗯，是不是看见了呀？你们，你们是不是偷看到了？嗯，这个应该很好猜吧，我觉得应该不错，这个很好猜。但是我画的我自己的四个字，这是啥？这是个啥？这是这是这个是个东西，然后他在啊，对，哎呀，他们真的好聪明啊，万丈光芒，好棒啊，你们好厉害啊，你们真的没有偷看到吗？好厉害。好，我们来抽取下一个。嗯，这个要怎么画呢？这个应该画的还是比较形象的，两个字。蹦极，哎呀，他们太聪明啦！你们好棒哦，真是不错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也还可以，我觉得我也能画好。这个是小时候蛮喜欢玩的，长大了觉得没意思的。嗯。
个字，你们猜猜。哇，他们咋知道的？你们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看词的时候啊？看不见呀，天哪，真聪明啊，他们太聪明了吧。天哪，人世间怎么有这么聪明的一群人。还有我们还有最后两个哦，还有两个，这个也简单，这个我会画，这个我可以。哎，也不一定。哎，画的不太对劲啊，不对不对，它跟刚刚那个东西吧在差不多的地方能见到。是不是这样的呀？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这样。三个字。他们真的好聪明。我画的这么不像你们也能知道是摩天轮。绝了呀，你们太聪明了。是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抽最后一个喽。最后一个。这个我近期你没有看到我做过这个东西。两个字，你确定他们看不见吗？他们怎么那么就是猜得准啊？厉害了，真的是冲浪，真聪明。果然真的什么都难不住主旋呀，看来你跟粉丝之间的默契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。主要是他们聪明，我觉得。就这就这，他们说就这就这。哎，我看到有人问我，问我啥，问我啥了。他们粉丝有问卓璇在拍 MV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和大家分享呢？拍 MV 的时候，拍 MV 每天都很辛苦。趣事啊，我觉得就是潜水那个经历对我来说还蛮特别的吧，因为没有潜过水，然后就是也没有在水下拍过戏，没有拍摄过，就觉得那个拍摄的过程都蛮神奇的。其实最累的你知道是谁吗？最累的是摄影老师，因为我潜下去他也得潜下去，然后我潜完了，内内潜下去他还得潜下去，内内潜完了张一凡潜下去他还得潜下去，所以就是摄影老师很辛苦很累。那卓璇现在提起冲浪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冲浪的第一反应就是还蛮好玩的，其实就是老会想起那个表情包。最近一次真香定律发生在卓璇身上是什么情况呢？真香，我想想啊，真香什么呢？没有。想不出来。好，那卓璇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东西？特别喜欢吃的东西，最近鸡爪。是具体是什么样的？泡椒鸡爪。泡椒凤爪。好，那卓璇平时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会的，常常。可不可以现场还原一下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最喜欢用的表情包呢？刚刚有一个瘫倒在地，现在来一个啥呢？有一个美女头痛。
如果和粉丝灵魂互换一天的话，卓璇最想做什么呢？最想，灵魂互换一天，体验一把去追线下的感觉，应该很辛苦吧？卓璇一般宅在家里时，颜值和工作时候的颜值大概差几分呢？那差老多了，在家不洗头，也，不化妆，不打扮，头发就像个狮子一样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保持好身材的方法吗？保持好身材，就是要少吃多动，但是要保证健康的前提下，所以我觉得吧，就是过得开心最重要。那平时有什么最喜欢的运动？最喜欢的运动，其实我蛮喜欢游泳的，然后但是自从上次潜了水之后，感觉想离水远一点，然后还很喜欢打羽毛球，还喜欢滑冰，但是滑不好，滑得很烂。我看到粉丝说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卓璇的吉他弹唱小视频呢？大家都很期待你的弹唱。这个呢，往后排一排吧，500万福利都还没出来，是不是？往后排排，不着急。那既然提到500万福利，有粉丝好奇，那可以小小的跟我们透露一下，它是跟什么相关的吗？跟什么相关呢？跟，舞台相关，算是吧。如果卓璇可以拥有一项超能力，你最想要什么技能？最想要一项可以，有千里眼的技能。为什么呢？就可以透过屏幕过去看看你们都长什么样子，很想跟你们近距离的看看你们。卓璇虽然很胆大，但是否仍有比较害怕的东西呢？没有，没有，啥都不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怕失去你们。绝了，被自己游到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平时在微博上有没有看到粉丝为你进行的庆生活动呢？有看到，有看到他们给我写了一首歌，然后我还去听了，然后还看到了大家给我做一些生日的图啊什么的。那卓璇在新的一岁有没有什么最想完成的挑战或者愿望？愿望啊，愿望其实就是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好的舞台，然后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，我的旋风们还有糖纸们都可以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进行下一个挑战了，卓璇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下一个挑战是用 emoji 表情猜成语。这个我真的最不会了，这个，不知道呀，你们快帮我看看。99归1，是吗？是的。还是他们聪明。我是有看懂这个吗？我没有。但是这样就他们说了我就懂了，但他们真的好聪明啊。这是啥呢？这是啥呢？你们猜吧，我猜不出来。我一个都猜不出来，这是什么？喜怒哀乐啊。哎，我终于猜出来一个。我终于靠自己猜出来一个。鸡
什么糖像？这什么？快到你们了，你们来，我不会，猜不出。鸡，猜不出来了，完了，你们也不会。吉人天相，是的，哇，厉害，果然厉害，都是他们猜出来，都不是我猜出来的。好，下一个，嗯，掩耳盗铃，我终于有一个如此快的就猜出来，花前月下，哇哦。九旬越挫越赢了，下一个，手舞足蹈。哇，我怎么突然间像开窍了一样，突然间很会了呢？归心似箭，这是什么？有这个词吗？是的，我文盲了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给我们科普一下。就是非常着急的想要回到家里。哦，群龙无首，他们没有我猜的快了。现在还有啊，这么多，最后三个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众望所归呀，我突然间就开窍了，觉得。还有吗？鸡飞蛋打，哇哦，厉害死我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没有猜出来。这是什么？上什么？一针见血，哇，你们比较聪明，这个我没猜出来。一半功劳是你们的，一半功劳是我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。嗯，这个环节卓璇需要闭上眼睛来尝饮料，来猜猜看你都喝到了些什么口味吧。好，好，我们卓璇首先要抽取你要喝的饮料。啊，我不能看。是的，你要猜。那我抽。好的。然后我得闭眼睛。是的。有点难喝。有点像橙汁和西瓜汁，是吗？哇哦，厉害如我，真是不错。可以，还要猜吗？是的，我们一共有三次。好的。我又不能拿出来。好的。葡萄汁和什么汁呢？和什么汁呢？和柠檬汁，柠檬茶的味儿。咦，厉害！好，那我们最后一杯。芒果汁，第一个喝到了，但是只喝到了芒果汁。芒果不知道，芒果汁，只喝了芒果汁。那你猜猜看呢？芒果和他们说是桃汁，是吗？是的吧？
你们就是我最好的小帮手们。好，下一个。好的，恭喜卓璇在这一环节中挑战成功。嗯，那其实今天卓璇也有一些小福利要送给大家，所以这里有五张福利卡，请卓璇分别抽取并完成。对镜头撒娇三连，撒娇怎么撒娇？不要让我撒娇嘛！不要撒娇，好恶心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三连，可以了，刚刚那就是三连，我说是三连就是三连，行。好，我们来抽取下一张。下一个。做可爱五连拍，怎么回事嘛？搞，净搞我这些。好，来吧，可爱五连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了，好的，我们来抽取下一张，展示一项个人技。个人技哦，我现在学会了 wink， 哈，新的个人技，不错字。好，我们下一个，对粉丝反向输出土味情话。好的呢，好，我们这里有四句土味情话，请卓璇依次对粉丝反向输出。我要出去一下，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？你们猜猜我要去哪里？去寻找我们的未来。去你心里。出去一下说的是回来一下，就是心里。嗯，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呀？我只喜欢和你聊天。下一个，我可以把你称为您吗？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在我的心上了。你们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心上人，他们都知道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简直了，就是心上人，你们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好了，所以那差不多时间了，我们今天的生日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嗯，所以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。咦，还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要给你，就是明天就是七夕节了，祝你们七夕节快乐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